各位微信显示，各位双善知识。好，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风水学的奥秘。门千金，房子四两重。门千金不止方向，它的宽度、高度，还有颜色，都是很重要的啦。 有的人啊，外大门高度做得特别高，7、8尺，有的做9尺、10尺，他怕人家看到里面。啊，回想在16、17年，啊，一个绑票撕票案，啊，他的家墙做很高，门做很高。 上面都铁丝网围着，啊，造成一些糊涂蛋开始绑票他的女儿，他出门再绑他，啊，在家里进不去，啊，到外面来还是这些糊涂蛋呢，把他绑票撕票了，造成 轰动社会，那我就开车子上北部，去家里外面看一下。哇，围墙那么高，有10尺的围墙，都外面都围住了。大门也那么高，上面都用铁丝卷的，那就受困住了。啊，所以他的女儿 啊，出来了，宝贝女儿就被绑票，全身像铁丝网捆着，然后丢到水沟里面死了。当然，这一位糊涂蛋也枪毙了。啊，那是我们让人家造成起贪念。 我们也有罪过哎！你床的墙那么高，上面用铁丝网，像部队，哦，这个也都是有罪过哎！你让人家犯罪哎，你还在怪人家怎么样？所以凡事都有相对论。所以老祖告诉我们。 不要说我家土地无银300两，啊，你方方正正的，清清爽爽的，你会结好缘，啊，不会结恶缘。所以我们出去看到很多人住家，我知道他家有钱，啊，但是你封闭了，啊，那 不一定是正确的、哦，啊，所以我们的大门、外大门，它的高度5尺6或者7尺为极，太高了气不入，气进不去，啊，所以我们要注意。 风水学的外观，有的人把大门漆的深蓝色，啊，漆的很艳红，啊，这个都不是吉祥，啊，我们自己要注意。有的漆黑色的，什么时代流行黑色的，我们也不要这样。 啊，这个最主要要浅色啊，青色，它清爽的色，你看到、哦，他看到，大家看到都会很相互的赞叹呐、啊，这一点大家要注意，祝福各位。